两个工人，建筑工地上有两个工人，一个是勤劳的杰杰熊，另一个是懒惰的达达狼。工长呢，是认真负责的迪迪鸟。哎，进度太慢了！哎，达达狼，你要加油干呐！放心吧，头，我会赶上进度的。好吧。哎，我休息一会儿。伙计，你可得加把劲儿了。哎，哎呦，我的肚子疼啊！哎呦，你用不用上医院看看呢？哎呀，不用了。啊，你还是应该看看医生的。没关系，可是我这活没有人干呢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来帮你干吧。哦，好，那我就歇着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我这下歇够了的。不行，干得不好，干得不整齐。重来，你这都不对。我告诉你，你见好就收吧。哎呦，你别走啊，我肚子还疼着呢。哎呀，你哪里哪里哪里。哎，我的铲子不见了。头，你看我多好，你看杰杰熊玩单杠呢，我什么都看见了，你老实一点。哎，我是最卖力气的了。可是你的进度最慢了。哎，我非常的勤奋，我很努力。你再不老实我就开除了你。啊，请头放心，请头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谢谢头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吧，我注意。我不干了。该你去拉水泥了。哎呦，我不能去，我的腿疼啊，我的腿扭伤了，我的腿实在是太疼了，真的。不行。这回就是该你走在前面。啊，我的腿疼啊，疼着呢。还走吧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。哎，向前推车，快点儿。往前，水泥扫不到你身上的。人呢？你是谁呀？是我。你都成了水泥人了。嘿，
是在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呢？啊，这个，是杰杰熊他把我推进了水泥车里面。不是，不是我干的，绝对不是。再不好好干，我就开除，开除，开除。啊，明天你们还是装窗户框去吧。开除我？面门也没有。第二天一早，杰杰熊和达达狼又来到了工地上。到了，怎么又不见人了？哎，你快点干活来嘛！哎，这我先吃点东西。让你干点活，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啊？干活不出力可是不行啊！啊，真香！哎，怎么没人干活呀？有什么吩咐啊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哎，我肚子疼啊。你又是装病吧？我这回可是真的不舒服了。哎，我不相信你，快去干活吧。我又落后了，我砸他块玻璃。啊！是谁这么坏呀？啊！我给你找点小麻烦。你可真是个坏蛋！啊！哎！达达狼怎么不见了？他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马上就开除他！哎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肚子实在是太疼了。告诉你们有新活了，你们看。哦，太好了！要做一个大烟头，杰杰干这边，达达干那边，你们要同心协力，快点干活呀！好吧，开始干活吧。快点把活给干完了吧。哎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我还得休息呢。哦，你总是这样偷懒儿。哎，你好，你就知道傻干。快点起来干活吧，懒鬼！快起来干活了！哎，忙什么？再睡会儿。啊，哎呀，真没办法，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干，一个人就是我。
快完了，达达郎，你快点起来吧！看来只有报告头了。哎，进度很快，真不错。是啊。达达郎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在烟囱里睡觉呢。嗨，你睡得还真香呢。哎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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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沉呐、啊！头，我就睡了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这回我看得很清楚了。我以后会好好干的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你不要再干了。可怜可怜我吧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我肚子疼啊！哎呀！Thank you.